大家好。哇，我刚才看到前面几个团这么嗨，我在想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前面的团实在演得太棒，我们再给前面那个团掌声鼓励鼓励。耶，你的手掌声。Yeah. Jason, what a great dancing. Yeah. Teach me next time. OK, 我们今天从台北下来哦，台北到现在还在下雨，对不对？对。那个 feel 完全不对，我还想说今天怎么演呢？我没有人。我今天还跟计程车司机讲，我每次只要自己开车过了苗栗，就变好天气。我想 WTF。为什么台北每次都下雨？什么搞的？真的，而且是这个大概秋天的时间来都是这个情形。而且我今天来的时候，因为之前都在绿园道嘛，对不对？在那边，对不对？我想说，哇，怎么围起来？是怎么演？我们在里面演吗？就关门放狗的，就看到这个舞台更漂亮，而且这边声音好像比之前那边好像还更好，对不对？而且这样围起来比较没有车哦。我们给这个台中市政府掌声鼓励鼓励，耶！谢谢你们，谢谢。对，我想移民来台中了，真的哦，欢迎，真的。因为而且我在台北啊，其实我的邻居都蛮不喜欢我的，因为我都在家里吹萨克斯风的。我们简单的 groove 一下，上 shake 一下好不好？给我一个 groove 上 shake 一下，我们试一下就好了。这边来 ，Let's sing on drums， yeah。这是我们的新成员阿伟，不客气。今年很快的民国一百年又到了尾声哦，那就我们今年很幸运的能够在这个今年年中的时候，这个暑假的时候得到一个最佳演奏专辑哦，金曲奖的最佳演奏专辑，掌声鼓励鼓励。好，对，自吹自擂是必须要的。好，那怕有很多人不认识我们，那我想其实以爵士音乐来说，我觉得像我们常常我跟小董。我们 band 才刚刚从上海回来，我觉得其实在华人的世界里，爵士音乐应该还有很大开发的空间，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必须赋予这个责任，不管是怎么样的 jazz、 Latin jazz、 Fusion jazz 或者 standard jazz， 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众能够喜欢这样的音乐。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先带来几首呢我们第一张专辑也就是我们刚得奖这张专辑里头的一些曲子。首先我们带来 Vodka、 Tequila and you， 希望大家喜欢，谢谢。